我们公司的使命就是让城市更新更美好，了解这个城市往哪个方向发展，城市的未来是什么。城市地产提供的正是一套如何更新的业态模式，在现有的基础上重新评估、定位、分析、投资、改造、运营。2000年的家世家还只是七个60年代建成的仓库，在这样无序与破旧的场所环境中，城市地产萌生了创新的本质。在创造性的整改与建设下，第一个统一服装、统一输银、实现先行赔付的建材市场家世家在这里诞生。北京万豪中心当初的这个设计呢，全部做万豪酒店，2011年吧 ，A 座和 D 座这两栋改成写字楼以后，整个的周间收益也是比较高的。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，工程计划我们以小时来做。2015年，城市地产成功收购位于上海黄金地段的世界贸易大厦。层高通过我们改造以后能达到2.88米。电梯厅进行一个全新的改造，要达到甲级写字楼，吸引高端精英企业集结入驻。2004年，收获上海银东大厦项目，创新模式带来了高效的运作与资本平衡。又重新想发挥了城市地产的核心竞争力，做到了多个第一。2005年，城市地产成功收购郑州百盛。未来将其打造为城市潮流时尚的全新目的地。2016年，收购上海普迪酒店。我们公司专注于商业地产已经做了17年了，把它做出一个产业来。中国现在都在建城市，它下一步要做的就是城市更新。城市地产在专业的道路上不断夯实自身，城市之道也愈加清晰。